谢谢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贵的男领导，各位美丽的女领导，各位敬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一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下面我就让我们老师村的制服人手蠢的死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制服经验。蠢的死，到你了，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制服人手蠢的死。去年我手把手，哎，跑什么？会出人命的。看你的出息，过来，别怕啊。狗肉上不了正席是吧？再练习一次。啊，好比我现在就是领导了啊。啊，不要说错啊。陈德史啊，哎，听说以前你家里好穷的。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太穷了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吃个王八就算改善生活了。这你吃王八，在座的各位吃王八也是改善生活。那是吃什么呀？喝碗稀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你怎么得了咯？这幸亏是练习，这真的领导来了，这不就穿帮了吗？这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啊。两个多月了，背不下来啊。你没有一句实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嗯，好吧好吧，准的是算我求你好吧。嗯，领导来了以后麻烦你按照我给你写的这个材料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一万块钱呢？怎么样？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哎，这不背得挺好的吗？保持这个状态啊。哎，千万别错啊。只要你这个不错我就不错。小的小鸡这不算什么。帮忙帮忙啊。什么？领导来了。领导来了啊。别怕，别紧张啊。来，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哇，哎呦，乡亲们都来了啊！乡亲们好，领导好，小特，领导，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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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领导，领导，摇头摆尾的啊，只要一看见我就笑，总算把领导盼来了。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是是是，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呢，啊，就是看看他的真实情况。你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讲个老实话。太好了。
哎，我听说去年有个重点扶贫对象叫蠢得死。哎，对对对，听说今年富裕了，发了点小财，赶快把他找来一起聊聊啊。哎呀，这个领导，这个蠢得死他不会讲话，也没有做好准备。没关系，我这里有几个发财的，做好准备的我让他们给你汇报好吧。不、啊、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哦，我就听蠢得死的。去找找看。哎，好好好，我看他在不在。找找。耶耶，蠢得死，蠢得死，蠢得死。你瞎呀？我在这里呢。我知道你在这里啊，喊一喊显得是临时把你喊来的嘛，没准备嘛、哦、蠢东西。给我见领导去。见领导。哎，怎么了？这就10000块钱一次了。哦，来来来来来，领导，蠢得死同志来了。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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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块钱一次。不是，他刚说什么？领导，他的意思就是，这回一次他就赚10000块钱，有志气啊。来来来来来，过来。别紧张啊，来，放松点儿。啊，那边放松点儿。再松点儿。再松点儿。领导，他不能再松，再松他就垮了，他就。不用紧张啊，陈老四啊，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得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不容易啊，这哎，这鸡养的不错啊。哎，陈德子啊，这个鸡是你养的吧？啊，不是。你就乱说什么，都是他，都是他养的。你看看，谦虚的自负了。啊，我养的。那你给我说一说啊，你是怎么养鸡的？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我哪知道领导问什么，问什么就说什么嘛。你这怎么说呀？哎呀，这养猪跟养鸡不差不多吗？啊，把猪改成鸡。猪改成鸡啊。来说一说。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他是借鸡下蛋。哦，借鸡下蛋呢。你不要打叉好不好？你一打叉我就不记得了。哈哈哈哈哈！大极了！你跟领导讲话客气点啊！不是村长，这个人老打岔呀！哎呀，领导是可以打岔的。哦，可以打岔的。你跟那个电视上的领导都是打岔的。哦，可以打岔，可以打岔，可以打岔。来来来来来，你跟我说一说啊。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村长没发挥好，发挥得很好，很好，很好。小特呀，准备得很充分呐、啊。领导，我说的他不会讲话。啊，不，讲得非常的好。对对，他讲的每句都是实话。小特啊，哎，听说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这也被领导掌握了。陈乐泽，哎，你跟我说一说，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领导、啊，这个计划生育是我一个人抓的，我知道。还是我跟您汇报吧。你一边去吧你，我就听蠢的死的。哎，你说啊，这村长，哎，那你这又得算一回了。哎呦，这都是小意思。嗯，注意安全啊！嗯，别胡说八道啊！放心，村长，绝对错不了。啊，来，你说，领导。嗯，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哦，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嗯，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哇，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了。说说，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啊，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是啊，不到两个月，啊，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啊。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嗯，我急得要死啊，哦，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你接生的？不，是你啊。住手，就是他。好，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啊，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好，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啊！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啊，帮人生儿子，你害死我了！